太猛了！区区一个团，整个静息都打成一锅粥了。别去打！李冰莲，冲锋！大哥呀！原来他们的目的在这里。这鬼哭谷距离平安县城也就20来里。国难当头，合力抗敌，守住鬼哭谷。请救你四四妹，红队，团长说了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形同作战。不是闹钟！来到你配守狭路相逢的时候，红衣亮剑。什么是亮剑？不管对手有多强大，我们依然亮出自己的宝剑。给老子狠狠地打！这才是亮剑精神。林龙正在攻打平安县城，各路鬼子都疯了似的往那儿扑。老李能不能拿下平安城，关系到整个晋西北根据地的生死存亡，能不能守住鬼哭谷，这是整个平安战役的关键所在。张大彪，你马上去检查一下意大利炮什么时候修好。是。不管这块骨头有多硬，哪怕把你们满嘴的牙都崩掉，也得给我咬开。开炮！